与神族开战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人如何战胜神？渺小的人类，在神族面前不过是蝼蚁秽猪。有我在，永远只会是神的奴隶。 错了，你没有资格羞辱人族。神族杀我父母，这是家丑。神族占领我们新国，这是国恨。我要攻上神域，让你们这些强权之人全部覆灭。 从你们踏上神域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得死。